光绪帝被囚瀛台，慈禧太后另立皇位继承人，溥俊与溥仪谁喜谁悲，立嗣废黜再立，面对垂死的王朝，独裁太后无力回天，登基退位复辟，剧烈的社会变革，末帝溥仪心愿难随。今天，讲清十二帝最后的一位皇帝，宣统皇帝。宣统皇帝在清朝这十二个皇帝当中，我想有五个特点：一是十二个皇帝当中最后的一位皇帝；二是登基时年龄最小的一位皇帝；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四，是没有庙号、谥号的皇帝；五，是没有皇陵的皇帝。所以我说，宣统皇帝在清朝的十二皇帝当中有这么五个特点。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成为大清国的皇帝其实是历史的偶然。在光绪帝去世前，皇储并非是溥仪。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为了废除光绪帝，选定宰以之子溥俊为皇储，称为大阿哥。大阿哥溥俊不仅有爱新觉罗家族的血统，他的母亲还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由溥俊继位代替光绪已是慈禧运筹已久之事。那慈禧为何又改变主意，改由溥仪来继承皇位？上一讲我们讲到光绪，讲到戊戌政变，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想着废掉光绪。光绪又没有儿子，程序上怎么做？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太后懿旨，由载宰的儿子溥俊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跳光绪皇帝为嗣，就是既继承同治又继承光绪，并且传话。第二年，大阿哥和光绪之间要搞一个仪式，就是光绪皇帝要举行禅位大典，同时举行大阿哥登基大典。这个时候发生了义和团事件，宰宰就是大哥的父亲支持义和团，说义和团是义民而不是乱民。义和团冲到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叫山山斌，还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事情闹大了，接着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在慌乱之中带着光绪
西逃。载乙和大哥普俊随驾西逃。慈禧在逃到大同的时候，已知载乙为军机大臣，又往西走，走了不远，慈禧变卦了，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场乱子，祸首就是载乙，革去载乙军机大臣职务，遣戍新疆。第二年，就是光绪27年，慈禧回銮。回銮的路上还没到北京了，慈禧宣布大哥普俊的父亲载乙有了过错，已经进行了处罚，他的儿子不应该再做大阿哥，叫废除大阿哥这个名号。回到北京之后，这个大阿哥普俊就不能在皇宫里了，归宗还归到载乙名下，这样大阿哥就废了。废了以后，慈禧年龄越来越大，光绪又没有儿子，慈禧和光绪的关系又不好，光绪被囚在中南海的瀛台。到光绪34年10月20日，光绪病重，慈禧就又传下遗旨，让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将来务继同治皇帝，兼挑光绪皇帝。独揽朝纲任人唯亲的慈禧太后，在立皇储的问题上，先是立嗣，接着废除，之后又再立。在光绪帝临终之际，慌忙选择溥仪作为大清王朝的接班人，将一年3岁的幼童推上皇帝宝座，这其中有何缘由呢？那慈禧为什么选中了溥仪，就是宣统继承皇位？我想啊，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还是从爱新觉罗的血统说，溥仪的父亲是载沣，溥仪的爷爷是奕轩，奕轩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是奕柱啊，就是咸丰啊，第五个儿子是奕宗，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载乙的父亲普俊的爷爷。道光这几个儿子对近代历史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三个呀，第一个是老四奕柱，就咸丰啊，第二个是老六奕欣，恭亲王，第七个就是奕轩，就醇亲王奕轩，就溥仪的爷爷。醇亲王奕轩他们家一共出了两个皇帝，第一个皇帝是光绪，上次我们讲了，第二皇帝就是宣统。老醇亲王就是奕轩故去之后，就是由小醇亲王载沣世袭的皇位。那载沣怎么和慈禧又搭上关系？
这里面也有奥妙。慈禧很早就看上载沣了，慈禧的心腹重臣就是荣禄，荣禄有个女儿瓜尔佳氏，慈禧很喜欢，就收养在宫中。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啊，有侍通己出，就把这个瓜尔佳氏指婚给载沣。这个时候啊，载沣呢，他的继母，他叫庶母啊，现在叫庶母，就载沣的庶母已经给载沣定亲了，那才定亲。那慈禧太后又一直和瓜尔佳氏结婚，就很为难呢。这面是订婚了，这面是慈禧太后的遗旨，又不敢违抗，这不两难吗？最后没有办法，就把载沣已经定亲的那门亲事退掉，接受了慈禧的这个养女瓜尔佳氏做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啊，是慈禧晚年的心腹重臣，如同和珅对乾隆一样。荣禄的女儿慈禧认作养女，把她嫁给载沣，生了儿子，就是溥仪。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光绪也好，宣统也好，他们都是在两个关系的结合点上，就是爱新觉罗氏和叶赫那拉氏两个关系的结合点上来选了光绪和宣统。这样就在光绪34年，光绪死的前一天，就决定由溥仪来继承皇位。3岁的小溥仪忽然间成了大清国的皇帝，醇王府里顿时乱作一团，家里又出了一位皇帝，是醇王府天大的喜事。但一名3岁的幼童将从此别离亲人，身居深宫，充当政治斗争的傀儡，是喜是悲呢？登基大典上的一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10月20日，光绪病危，慈禧遗旨就由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当天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太监就到了醇亲王的北府，就是现在宋庆龄故居的地方。实际上当时北府比这个面积大多了。这一天晚上啊，醇亲王王府家里头是乱成一团。当时宣统才3岁啊，溥仪才3岁，一个生人，又是他不管你是军机大臣的，他是太监的，你抱他他不干，他就哭啊。他的奶奶是不舍得这孙子抱走啊。我在这里插一句啊，醇王府有一个习惯，头生的孩子满了月之后归奶奶带，不归母亲带。所以这个溥仪啊，小时候是他奶奶带大的，乳母给喂奶，奶奶被带大。
后来溥仪回忆说呀、啊，晚上这是在王府的时候了，晚上这溥仪睡着了，这奶奶不放心呢、啊，过来看看这小孙子，穿着鞋是木底鞋，还怕这木底鞋吱嘎吱嘎响把孩子吵醒了，光着脚，慢慢轻声的进到溥仪睡觉的小屋，看看这孩子睡不着安稳呢，天冷了被我蹬了是不是给盖上了，一点思想没准备没有，突然就要把孩子抱走，所以这奶奶一下就昏过去了，整个春王府是乱作一团。溥仪被抬进宫，到了中南海，慈禧在这时候是在依銮殿。3岁的溥仪抱到中南海，第一件事情是到光绪的那个养心殿去叩拜。光绪这时候已经死了，第二天叩拜了，光绪已经死了。3岁的孩子看见了一个死尸停在那个地方，还要哭，就是又哭又害怕。完了以后又把他抱到慈禧这儿，慈禧是死之前一天的人吧，看着这么一个又病又老又生疏这么老太太，吓得就哭，慈禧哄他也没有气力哄了。这是21呀、啊、22这是慈禧也死了，光绪的陵是停在乾清宫了，慈禧的陵是停在皇帝殿。大冷的天儿啊，把3岁的小溥仪一会儿把他抬到乾清宫，在光绪的遗体面前哭，一会儿又抬到皇帝殿，在慈禧的这个遗体面前哭。后来溥仪回忆说，又冷又怕又惊又吓，就哭得一塌糊涂，这简直是折磨这么一个3岁的孩子。折腾完之后，到10月初9要举行宣统皇帝登基大典，这大典在太和殿，按了规矩，这个皇帝先要在保和殿接见大臣等等，完了再到太和殿。11月初9啊，很冷了，阴历11月初9，折腾半天把他抬到太和殿的那个宝座上。3岁的孩子他也坐不稳呐，也坐不住啊，他父亲就单腿跪在宝座的下面的旁边扶着他哄着他，他不懂啊，下面跪的文武大臣啊，3岁孩子哪懂啊，他照顾他的。溥仪有一段回忆，他说，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着，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3跪9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登基大典刚结束，满朝文武官啊，底下是窃窃私议，怎么可以说快回家了呢？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大清王朝100000年呢，怎么快完了？说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的不吉祥，所以这次登基大典呢，没有增加文武百官的喜庆欢乐劲，笼罩出一片
悲哀的心。宣统登基大宣统登基，宣统到他退位只有三年的时间。他从3岁到6岁，虽然时间不长，朝内朝外发生大事情很多。仅仅宣统政绩就写了一本大书。我想啊，这3年的时间，事情千头万绪，就是一件大事，就是辛亥革命。光绪31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先生当选为总理，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军地权，建立民国。光绪32年，慈禧太后准备做一点改革，但是又说民智未开，老百姓觉悟不够，还有往后推推再说。光绪33年、34年，宣统元年、宣统2年，连续爆发了各地的起义，但是都失败了。宣统3年8月19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汉新军发动起义，胜利了。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历史上就称作辛亥革命。接着湖南等各省纷纷响应，不久在南京召开临时会议，推选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纪年改用公元纪年，废除宣统年号。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就和清朝政府谈判。孙先生决定让袁世凯接任他的大总统，南北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宣统退位。宣统退位有一个诏书，这个诏书起草之后，袁世凯看过，隆裕太后看过，最后正式发布。这个很重要，它大意是这样的：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于以何人因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和满汉蒙回藏无阻，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除宽闲优柔岁月，长寿国民之优礼，亲见治治之告成，岂不愚愚。这么一个重大历史变革，用很轻松的典雅的文字啊把它交代。底下是条件，当时是一个条件，我把这个条件关于清帝优待条件，大意是：一，清帝辞位后尊号不变；二，每年由民国政府拨给银400万两，
第一条啊，皇帝的尊号无变，还照称。但是现在宫内啊，有点像日本这个天皇嘛，就一直保持下来。第二条是钱，每年给400万两银子供你们生活费。第三，你们住在故宫里头，将来再搬到颐和园住。第四，宫里头所有的宫女太监服务人员一律不动，但是不许再招太监了，再新招不行了。第五，原来的财产由民国政府保护。做辛亥革命一场革命来说，这五条是比较优。宣统退位之后，旧清史这些势力不甘心，总在想法找机会来复辟。到民国六年，找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时候袁世凯死了，大总统是李彦宏，国务总理是段祺瑞，他们俩意见不一致，发生争论，历史上叫做府院之争。李彦宏就招张勋到北京来。这个张勋呢，他参加过中法战争，是个参将，后来呢就升到副将。他很长时间是跟着袁世凯，天津练兵的时候啊，张勋就跟着袁世凯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官儿，叫长江巡阅使和这个安徽督军，是一直忠于清朝，他不剃辫子不剪辫子，所以他被称作辫帅。他那个军队也留着辫子，所以叫辫子军。张勋到了北京之后，六月，用这时候已经用公历了，6月30日晚，张勋、康有为等进宫。见溥仪，张勋和溥仪有一段对话。张勋说：“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什么呢？溥仪说：“我年龄小，不堪当此大任。”张勋说：“说当年康熙爷8岁登基，坐了一番时。”溥仪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就定了，不必。”第二天，7月1日。就是公历1917年7月1日，溥仪就是宣统在太和殿第二次举行登基大典。很好，现在留下照片了。溥仪封了一系列的官爵，底下的新的所谓的朝臣也行3跪9叩大礼。这个时候北京城里有的地方也挂起了龙旗，有的人又穿上了长袍马褂，原来盘在头上的辫子现在也放下来了。消息传出各地反对，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也表态反对，讨伐的军队就打到北京。
张勋呢、啊、只有3000个辫子兵，不堪一击。兵败之后，张勋就逃到外国的使馆去藏起来。我们的教科书、许多的专著、大量的论文，都把这次事件叫做张勋复辟。我想值得商榷。复辟怎么讲？复《史记·平原君列传》有句话叫做三去向三复位，就是恢复。辟怎么讲？尔雅士孤说辟君位也，就是君位、皇位。那要说张勋复辟呢，就是张勋恢复君位或者地位。张勋，你不是皇帝，你仅仅是个安徽督军，有何必之可复呢？应该怎么说？我说应该叫张勋兵变，宣统复辟，或者叫做张勋兵变，溥仪复辟，都可以。其实宣统复辟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顾清皇室没有想到的，带来个什么后果呢？就是民国人士认为溥仪不安分，在民国的范围里面，紫禁城里面还留了一条辫子。于是有些人就产生个想法，要把溥仪从紫禁城里面赶出去，把他复辟的辫子给剪断。民国13年1924年，冯玉祥到了北京，把他的军队改成国民军，他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他提出来要把溥仪赶出皇宫，派了谁呢？派了北京警备的总司令陆中麟带着人就到故宫，通知溥仪限2个小时搬出皇宫。溥仪觉得太突然了，也来不及准备，就要求延长。溥仪就要跟醇亲王载沣商量，跟有关的皇族商量。这时候电话起报，后来陆中麟说可以延长20分钟，再晚的话就打炮。少英急急忙忙又跟溥仪商量，这时候醇亲王也来了，溥仪就草草的在协议上签了字，坐了5辆汽车从故宫就开出来，一直开到醇亲王府的北府，就是现在宋庆龄故居的地方。这就应了他登基那句话，回家呀，这不回家了吗？快完了，3年就完了。第二年溥仪就到了天津，先住张园后住静园。1931年就到了东北，32年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1934年做了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苏联军队到了东北，日本投降，溥仪作为战犯就到了前苏联，压在了伯利。1950年溥仪就回到国内，
就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溥仪就收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溥仪受到特赦，就回到北京。1964年，溥仪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因为肾癌病故，享年61岁。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是跌宕坎坷的，他的感情生活也是复杂神秘的。清王朝的两点历史巧合颇为神奇，也留给后人许多想象的空间。溥仪这一生啊，一共有5个夫人。第一呢，就是郭沫若氏，婉容，达斡尔族人。溥仪跟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不是宣统皇帝了，是民国的国民了，所以婉容也就不能叫皇后。第二，淑妃是文秀，文秀和婉容同一天和溥仪结婚，这个时候溥仪也不是宣统皇帝了，所以也不能叫淑妃。第三一位就是祥夫人，塔塔拉氏，后来改姓谭，名玉林，后来跟溥仪离婚。第四一位叫福夫人，李玉琴，1943年在长春和溥仪结婚，后来离婚了。第五位就是李淑贤，李淑贤是1962年，后来故去了。溥仪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也是我们中华2000年帝制的最后一个皇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宣统3年2312年，溥仪是最后一个皇帝。共有皇帝有人统计是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最后有两点巧合我说一下，这清史很奇怪啊。第一个巧合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在抚顺，赫达拉属抚顺的。清朝的末帝爱新觉罗溥仪战犯管理所就在抚顺，这当时历史的巧合。还有一个巧合，清朝的第一个皇后叶赫那拉氏，爱新就努尔哈赤的妻子，蔡宗藩《清史演义》第二回有一段就说，努尔哈赤要修堂子，挖这个地基，挖出一个石碑，上头写了几个字：灭建州者叶赫。我可以郑重地说，满文材料、汉文材料、朝鲜文材料没有这个记载，纯属于蔡宗藩先生编的历史故事。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清朝第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清朝最后一个皇后就是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那光绪宣统呢，宣统他没有皇后，因为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不是皇帝，不算了。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叶赫那拉氏，第一个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从这个角度来说嘛，蔡宗藩的话也还有点意思，这也还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有人说这是天意呀、还是人意呀、我说就是历史的巧合。清朝12个皇帝，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宣统，今天就讲到这里。大清王朝290。
着296年中，竟然先后8次关上图强维新的窗口，最终错失国家振兴的机遇，这究竟为什么？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百家讲坛，清十二帝一案总说。《红楼梦》中塑造的最鲜活、最生活化的人物，就是被贾母称为“凤辣子”的王熙凤。在贾府中，王熙凤的辈分很低，她只是一名孙子媳妇，为什么能够成为荣国府实际掌权的总管？曹雪芹写她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是行权未公，还是假权祭司？写她语言幽默、谐趣。是揭示他专会阿谀奉承，还是显示他的口才和智慧？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